好，欢迎收看《音响世界》，我是黄慧玲。你觉得一夜情是什么呢？是不负责任的性，或者有可能是横跨二三十年的爱情呢？明年或者明天见要讨论两段关系，一段是一对外遇男女，每年约定同一个时间在同一个地方幽会；另外一对是男生频繁发生一夜情，他有一天终于碰到一个不愿意跟他发生一夜情的女生。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这一出作品的导演和演员来分享《明年或者明天见》。首先，我们介绍蔡依林，小俏你好，你好，导演杨景祥，景祥你好，你好。还有我们的谢盈萱，盈萱你好，你好。这个故事其实说起来也还蛮妙的，嗯，同样是一夜情，可是两种完全不同发生的方式跟年代。我们先请景祥来跟我们说一下好不好？这个故事呢，一开始我是从两个剧本就是得到的灵感，是，然后一个叫做《明年此时》，它是一个美国的剧本，然后一个叫《备忘录》，它是一个法国的剧本，是，然后他们写成的时间呢，都大概是在三四十年前，然后那时候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突然觉得好像是在讲我们这一代人跟上一代人对于爱情还有家庭的看法。借由这两个灵感呢，去把它写成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在台湾南部1980年代，就民国70年左右，有一家新的汽车旅馆，是那种走欧式的经典风格的汽车旅馆，然后叫做艾尔顿墙，然后那个老板还蛮有那个时代的 feel， 对，就叫 Elton John 这样子，他就那个时候都会直接写出中文嘛，是叫艾尔顿墙汽车旅馆，是，然后就等于是台湾经济刚开始发展的冲起来的时候，所以就有这种很像商务型的，让人家度假的比较豪华的汽车旅馆，然后那时候在查资料的时候，刚好也找到台南第一家汽车旅馆叫芝博园，然后它大概在2000年左右就关闭了。是，然后我设定好了，就刚好觉得非常刚好，就是那个剧本的本来的那样的大纲呢，可以符合到台湾的情境里面。对，所以我就想说，那我来讲讲，就是这个旅馆里面发生两代的完全不同的爱情故事。一段呢是从一夜情开始的，有一对男女，他们都是中产阶级的家庭，男生在银行上班，女生是家庭主妇，然后他们就遇到，然后就发生一夜情了，结果这个一夜情就开始延续下去了，约定好很像牛郎织女这样约定好，每年都要在这里碰面，一期一会的一夜情，对，然后中间都不能联络，然后规定很严格，这样看这个他们能够走到什么时候。是，但是在另外一段感情，我设定的其实就是现在，如果这个汽车旅馆一直开着，开了30几年、40年，然后是在2015年。有一个男生，他是做那种像是高级车的中介，然后没有手机，然后不在家里办公，然后把家里当旅馆，旅馆就是他家里，所以他就搬进汽车旅馆住了。那他每天呢都会带不同的女孩子回来，然后跟他们上了床之后呢，就会在里面记录下来，这个就写用一个本子写下来说，这个女生怎么样，她有什么喜好，然后她今天表现得如何，这样。他只有用手写，用手写，不犯罪，不分享给别人，也不上传，对，然后也不会特别去跟别人讲，就是他好像是把做爱当中是他存在的一种意义吧。然后结果有一天有个女孩子跑来他家，然后就是一个朋克的女孩，看起来很不羁这样，然后进来之后呢，就开始问他问东问西的，然后就说他被赶出去啊，然后来住旅馆，可是旅馆又满了，没地方去，可不可以待个一两天就好，然后甚至在中间还说，你有可能也有写过我啊，你可能带我回来过啊，那你帮我一下会怎么样，然后他就没办法，可是他就想说啊，反正我这里什么东西我都没有，我就是来这里睡觉的跟上床的，其他东西都放在公司放在车上，那好吧，你想待你就待。然后慢慢的呢，这女孩子就在突破她的心房，就开始知道为什么这个人要去做这些事情，要一直不断的记录，然后也不谈恋爱，觉得自己这样子高人一等，然后就借由这两个故事呢，第一段故事是明明是一段出轨的不伦的恋情，可是却保守着承诺，另外一段呢是两个人都不是要什么承诺的，然后他们在没有爱情的状况之下，他们如果想要做，他们要用什么前提去做，是，这是艾尔顿墙汽车旅馆的故事这样
对，其实是整个故事的大概的状况是这样。对，然后我们都还是笑称它是一种穿越剧，因为观众在看的时候就会是古代现在古代现在、啊、古代现在，然后融合在一起两个时空交错着演出，这样 对会有某种惊悚的感觉，因为就演一演，有时候现代人演一演，古代人也会跑出来这样、哦、也没有那么古代，就是三十年梳着半屏山那种女生。对对 对然后有那个、嗯像是以前酒井法子早期的发型啊，对对的人会出来，然后跟他们会站在一起，这样感觉有点像一年一次的心灵疗愈之旅嘛。是，对，其实真的，但是又就是增加了一些关于荷尔蒙的部分，对，所以就是他们又能聊天，然后又能够做跟心理医生不能做的事情，这样讲是可以的吗？景祥刚刚说，其实这个剧本三十多年前就写成了，其实它改编成非常非常多的、舞台剧或是电影、也有港版的，也有美国版的、嗯、我记得那时候我看到的时候是袁咏仪跟梁家辉版本的、嗯、叫做年年有今日、嗯、那它有一个还蛮有趣的笑点在于，是的，他们就是每年约一次，然后都要费尽千辛万苦，我一定要排除万难，因为这是我跟你之间的约定、嗯、那每一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因为是舞台剧的关系，当然我没办法去演说在外面他排除了多少万难，是，但是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当然就是比方说有一景我自己觉得蛮有趣的，虽然我不想破梗就是其中有一场是那个女生出现的时候，然后她是大肚子的那样子，然后她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她女孩子在怀孕的时候身体是不适的，对，然后对我来讲那一场最有趣的事是你可以看得出，就是那个女孩子从身体不适的状况，然后影响到她的情绪，她所产生一些奇怪荷尔蒙的状态、嗯、那个男孩子一直在接收她的情绪、嗯、然后或者是那个女生会说她在路上的过程里面因为她身体造成了不适、嗯、然后会有什么样的状态、嗯、所以我觉得那一场有趣是应该蛮多的丈夫老公就是看了会蛮心有戚戚焉的、哦、尤其是面对曾经面对过你的太太、那个、曾经怀孕过，对对对，盈萱这段是要从二十岁演到四十岁，对，所以刚刚景祥说那个穿越剧是这样来，对不对？还蛮早以前年代的女生跟男性的穿着，然后一直演到二十年之后各自有什么改变？对对对，这个在演技上面跟服装的考量上有很大的挑战吧。所以你是从一个家庭主妇变成一个职场女强人，是这样吗？慢慢的在变成、嗯、对，因为她可能是从她她的学历一开始并不高，对对，然后她可能多少受到这个男生的影响，她会觉得说那她想要为自己多做什么，或者是不想要在这个男生面前她什么东西都不能聊，所以她会开始想去上课，然后上课之后她又会遇到了同学，是，然后同学就会教她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然后她就会受到冲击，发现哦，原来就是现在的小孩子都变成这个样子，对，所以其实他的很多的过程是因为这个男生让他改变，然后又因为这个改变刺激他变成一个更好的女人，他又在改变，是，所以到最后其实他可能变得跟这个男生更并进，或者又比这个男的有没有再多点什么，我觉得这个就是观众要进剧场来看戏。所以女生从二十岁演到四十岁，我们通常都会觉得女生年纪越大越有韵味，可是男生就是小莫会不会从一个年轻上班族演到变成一个秃头胖子我们那时候是他很难啊，他很难，因为他太帅了，是，但是他的小莫你太帅了，对，然后对啊，到底为什么呢？然后花后期的确是因为他的工作上并没有不好，因为我想要讲的是一种某种中年危机，它不是工作上没有不好的那种中年危机，它是什么事情都很好但是心里就缺了一块的那种中年男子，是，对，他有真的可能是荷尔蒙的问题，是，然后在家里面跟太太的相处没有新的刺激跟变化，所以他人生好像停滞了。那现在小莫呈现上的不是说是外形，而是他那个心态，他好像干掉的苹果，
他也没有到皱到很好很难看，但是他你会感觉到他已经坏死了。所以在这20年之间，其实两个人虽然是约了每年一次的一夜情，可是其实也很像是每年一次的对对方倾诉自己人生的面临的问题，感觉有点像一年一次的心灵疗愈之旅吗？是，对，其实真的，但是又就是增加了一些关于荷尔蒙的部分，对，所以就是他们又能聊天，然后又能够做跟心理医生不能做的事情，这样讲是可以的吗？但同时，因为这个戏里面也因为这个不断见面的习惯，他们好像本来就有一个家庭，在家庭里面有快乐有负担，然后他们在这边释放了负担之后，其实也在这边制造了负担，所以。他们有点累的状况是，他们其实有两个家庭，是有一个家庭是每天都会碰的，有一个家庭是一年只会碰到一次。上一代这么复杂，所以会影响下一代，对不对？对。然后在所以小俏就只好把头发剃成这样，对，是这样吗？对啊，在我感觉到他们的那一块，就是对比之下再看啊，就是好像上一代我试图从本来那两个剧本里面。符合到台湾当代的脉络，好像他们这一边呢是一个女生，她在找到他们自主权利的过程，因为那个感情。但是小俏跟高英轩他们这一段就很像是，当我们走过这个过程之后，在现代的女生男生，他们对性的感觉具有自主权好了，但是过分的在过分滥用自主权的过程里面，他们到底还有什么进一步对于身体的想法，还有对性的想法？对，所以那时候觉得，虽然他削这个头，好像某种程度上是宣示了女生不一定要留长头发这件事，我的头发可以我自己决定。对，但是他某种程度上也是在讲。就算消了之后，一个人到底需不需要跟另外一个人建立一个关系，然后建立关系之下的情况之下，一定会有别人赋予你应该要是什么样子，因为只要有关系，别人就对你有期望嘛。对，那像他们这边都很素食，好像都不需要期望，可是相处着相处着，如果培养起了感情，那会不会想要符合对方期望？是。那头发是不是又会留回来？对，我就会觉得这很妙啊，就是好像某种束缚都反而是从关系开始的。是。但是你把关系全部解掉的时候，我们又觉得很空虚。对啊，就是。好悬了。对啊，就很难啊。两个人第一次见面，然后却都就是刚。做完该做的事情，在激情过后，对，激情过后之后，但发现说，哎，就是我其实跟你不太熟，对，怎么会这样？然后就是反而是激情过后才要开始步入那个认识的这件事情，那个其实是很有趣的。是。小俏，所以你在那个戏里面问了这个男主角，他到底为什么只要一夜情呢？在戏里面，其实他没有挣扎的过程，他一开始就是这样的人。然后他说他人生之前的挣扎是，他一开始不是一个会跟别人相处的人，然后可能因为长得很俊俏，就开始有一些姐姐教他一些事，然后姐姐教他一些事，就比如说有时候是眼神，有时候是一些身体的触碰的方式，他渐渐觉得这个蛮方便的，他只要这样做一下做一下就。好像就有人关心他，有人会碰他、抱他、爱他，这样的人生也没什么不好。对他觉得这样很棒，但是你就一定要告诉他，这样的人生还是缺了点什么，是这样吗？对，可是因为我这个角色的背景的关系，就是如果说大家这个戏里面其他人都是来自一个有爱的家庭，那其实我这个角色，我后来想想，其实是他从小不觉得在家里感受到爱，所以他自然而然的形成，不需要爱也可以好好的活。吃饭啊，然后上学啊，那都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事，这样是。然后后来，但他可能因为人生遇到了一些那个因为有雷，所以我们就不说了。但反正就是他人生遇到了一个事件之后，他开始感受到爱，然后他也觉得其实因为他的见识让他知道，其实要获得爱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那你要怎么样？人家有一句话不是说什么破罐子破摔，有的人可能就是因为他。
做了，他已经做了这样的坏事，他就觉得那我就一直做下去好了，这样。可是他也许因为以前的生活让他知道，其实那样过并没有，他看过那样的生活，然后他开始觉得不一定要过那样的生活，也许有别的方式可以好好的。他也不确定会去哪，但就是可以试试看别种方式。于是他遇到这个男的时候，其实他已经，他是以一个改变的之后的状态来到这边，所以他才会一直循循善诱的想要就是开示这位男性这样。我比较介意的是，他们为什么会发展成最后那样？他们怎么走过来的？就像我们在写日记的时候，那个记录下来，然后以后去看才说，哦，原来我那时候就是那样骂我同学，所以他后来都不跟我联络。是这20年之间，每年的晚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堆积到最后，也许他们会是怎么样？对。然后他们经过慢慢的每一天晚上，每一天晚上的讨论，根本没有发生一夜情，最后会走到什么结果？对，一个是20，一个是20年，一个是3天2夜。是。然后都是在体验一段爱情。然后爱情有可能发生在一个瞬间，也有可能就是它可以很久很久，但是它重点不是那个结果是什么，是他们到底从这中间学到了什么，然后挣脱得了还是挣脱不了，然后真的很需要还是其实不是很需要。是。我们说人生里面很少会碰到这么戏剧化的事，但是这个命题其实是重要的。我们可不可以请三位分别跟我们说一下，就是这个剧到最后你们其实觉得可以给观众带来的是什么想法呢？我觉得他还蛮亲近，就是其实我自己有一些朋友，他们可能之前没有看过舞台剧，然后其实我会推荐这出戏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他很好做一个初阶的一个尝试，就是第一次看戏的话，其实它很好入口的。然后因为其实景祥，我觉得事情可以讲很大，也可以讲很小。但是其实，在那个每一个议题里面，我们都用蛮生活化的东西在说，包括有一些很荒谬的事情。两个人第一次见面，然后却都就是刚做完该做的事情，在激情过后，对，激情过后之后，但发现说，哎，就是我其实跟你不太熟，对，怎么会这样？然后就是反而是激情过后才要开始步入那个认识的这件事情，那个其实是很有趣的，是，但是在每一个步入的过程当中，你会开始慢慢看到这两个人的变化，然后从变得像情侣，然后慢慢进入一种，哎，开始很熟悉，到开始发现彼此的某一些缺点，是，可是他们居然还是外遇的对象，对，所以他们不是夫妇，但是很多在聊的话题却又是夫妻之间的话题，对，而且重点是我还在你跟我讲的事情，我还要替你解决你的问题，但我跟你讲的事情，你要替我解决我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关系是非常有趣的，而且大家可以找到很多的，角度去看他，然后包括他们的故事也是，所以其实而且戏长不长，对，但又可以讲好多东西，这就是导演跟演员的功力了，是乐趣所在。对，景祥怎么推荐呢？当初我会想要把这两个时空跟那两个原本剧本的概念并在一起写成一个剧本，是因为前阵子其实有很多，比方说像是一夜情啊、外遇啊这一类的新闻。然后这类的新闻应该到处都是，常常在发生。只是因为好像有了社群网站之后，对，然后再加上电视台很多台，对，所以常常都会一个切片不断的被复制，比方说一个道德的观念，对。然后，但是我觉得人并不是那么简单的。然后当他犯错的时候，也不是那么简单就犯错了。没错。不是说犯错了就犯错了，他都有一个累积的原因的。是。所以那时候我在做这个戏的时候，其实是想要切出一些不同的角度，去看不伦跟不道德到底怎么发生。然后还有为什么我们现在会对身体的关系上面，在某个社群里面，比方说像是捡尸的文化，是，就为什么会变得这么的不经意的，然后不在意的那个过程，然后利用这个对比呢，去凸显出人到底有什么需要，所以我才会试图从一个小的点扩散到一个比较大的现代人对爱情的议题，
但是其实他在讲是我们很生活每天都会遇到的事，比方说去酒吧喝酒，突然看到一个人想怎么样，然后突然在路边吃饭的时候听到有一对看起来像夫妻但其实他们不是夫妻的人，他们在对话是为什么，然后我们可不可以用不要用只有一个角度看他们，有没有可能是别的，因为这些事情也会发生在我们朋友亲戚朋友，然后甚至是自己身上，对，有时候只是精神出轨，对，但是那个被扩大当它变成身体的时候，是那个那些东西跟自己都是很有关系的，对啊，所以才会觉得这个戏蛮适合现代人看的。其实我觉得选择爱情这件事情有一点讨巧，其实因为这个事情是所有人一定都会有，不管任何角度就一定会有一点共鸣的，各式各样的，是就是它这个议题离我们的人生真的不能，就是爱情跟家庭是一定不会远永恒的题目，对，但它从里面想要去延伸现代人的各种面向，那即便有古代的那一 part， 但其实也古代的那可是它也没很古代，我的意思是说它刚好就是上一代，就是属于半屏山的那一代，对，比如说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在排戏的过程当中会去讨论，就是所以我们的父执辈们，他们就是我们看着阿姨或姑姑，你也不会想说他以前谈恋爱有多疯狂，是你不会特别这样想吧？对，就是所以我们真的在排的时候才会开始想，因为爸爸妈妈在我们面前看起来就是都很这样，可是事实上大家都很波涛汹涌，只是我们不知道。然后如果对于戏剧有兴趣的人，这个戏刚好也很有意思的地方是在于那个古今版啊，就是古代版没有很古代版，上一辈版跟这一辈版用的语言的方式是差很多的，对，就是我们现在这一代可以说是嘴炮的一代吧，就是一直讨论但是总是没有讨论到点上，然后都在讲一些乱七八糟的话，然后用的语言很短，的这件事情跟上一辈的人什么事情都即便很不重要的事情好好的讲，好好的沟通，或者是盯了好久讲不出口的那个戏的气氛其实差非常多，但这两件事情被弄在一起的时候在同一个场合发生，我觉得看起来应该会很有意思，是好，其实情欲爱情性这个题目当然就像景祥刚刚说的，我觉得它真的是人性里面很复杂很深层，有很多很多可以讨论，我刚刚讲一夜情当然都是开玩笑的，但是从这件事情开始讨论起，我觉得这两个故事都好值得看，包括今天没有来的两位男主角，你们都是认识好久的朋友，这次在一起演出以及这样子的卡司，我觉得其实真的还蛮华丽的，对，所以当然还是要跟大家说请一定要进去看剧场，我们今天没有讲到的剧场都会演给我们看，对谢谢谢谢谢谢